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哈姆，喜欢我的游戏频道，欢迎大家订阅、点赞、开铃铛，非常感谢你们。OK， 来我们的 KO for Star， 那今天是3月7号，礼拜天，一样继续来玩我们的不知火舞。那这一期要玩的是工会讨伐战。好，我们来看一下工会讨伐战的部分。那我觉得不知火舞它的用处很大啦，比如说工会讨伐战这边 hard 可以用嘛，因为它是灼伤伤害嘛，那甚至连 expert 这个也可以用，就是你的不知火舞只要三星觉醒跟我一样哦，都有练的，觉醒池都练满了，基本上 expert 你也可以两把钥匙过关。一把钥匙是204嘛，然后两把就408就通关了，那你只要再加入一个有在打工会讨伐战的工会，你就可以很容易拿到箱子，每天可以拿个七阶箱两箱嘛，那五阶箱也是拿两箱这样。那我们的工会目前主要大家活跃度都很高啊，除非有人弃坑或怎样吧，我每次都是看到有人退出才会有空位啊。我给大家看一下，基本上我看一下最近有没有活跃度比较低的，没有，你们看这都是一天以内的啊，大家可以稍微浏览一下，这个是今天刚加入的哦，吴小道，就昨天发布上一期发布影片之后，他就很快就留言嘛，稍微再看一下。哦，大家活跃度都很高啊，每天都会玩，所以说比较难等啊，比较难等。我建议如果你们没有工会的人，最好是去找，主动去找吧，找一些活跃度高的。好，那我们回来我们的工会讨伐战。所以你的不知火舞只要有练度有没有？像我这样子，我给大家看一下。战力大概65000嘛，那战斗卡我用什么样？我用这样子哦。哦，这样子就很 OK 了吧？最好要有这个属性卡，这个属性卡蛮厉害的。我觉得它轮替下来那个攻击力，5秒攻击力加13%攻击，这个有点厉害，就可以打。那这边是我雷杰尔，我雷杰尔我有给他用。那打法就是就用这组就可以了。就红属性，这只是65%嘛，哦，爱丽丝是65%，这个应该大家都有吧？之前好像也有出过吧？是吧？好像有出过，反正应该大家都有入手。那这次如果你不知火也有抽的话，哦，应该就运气好一点的200抽，运气差一点像我一样400抽。那雷伊是之前送的嘛？那 Expert 即便你没有戴伦斯也是可以打，一样用这一组也是可以过。我刚刚有试过了，可以过。因为不知火舞真的很猛啊，他被打不太会痛，蛮坦的。哦，他那个减伤，像那个这只 Expert 打的其实蛮痛，但是我觉得不知火舞减伤蛮厉害的，可能是觉醒时的关系是不是啊？觉醒时好像有一个减伤嘛，这边。这好像也蛮厉害的，虽然有一个冷却时间啦。好，那我们先打一场 hard 啊！我现在有两把钥匙啦，我现在已经快时间快到了，我就有两把钥匙，因为我大概都是每天大概12点多打，那现在又是半夜的12点多嘛，所以说两把钥匙快伸出来了。那我先打 hard 给大家看，我今天打的是430，哦，430，一把钥匙。那森田优美看一下452，哦，他很厉害，他没有用那个不知火舞，好厉害哦，这还可以打452。好，那就来吧。那打手随便配啊，因为主要是他们这两只都自带灼伤嘛，那一样是主要是用不知火舞打。那当你的技能空窗期都很大，你发现你的技能要等个很久的时候，或者是你的那个凹也要等的时候，你就可以换雷伊啊，没什么技巧。好，那就来吧。
OK， 来吧。那我出场顺序就先雷，再不知火舞。不知火舞回击超快的，好，超快。这边我就先就主放奥义，主放技能，那有奥义再放上。我想说把那个暴击放掉，你看他爆不掉我啊，他爆不痛我啊。要我们就照刚好策略，主不知火舞附雷伊，如果你一直不知火舞的话，就可以过关。大家都有吧，现在没有那个 bug 吗？没有那个技能一样 bug， 那没差，非常轻松啊。放奥义只是拖时间，让我们的暴气更快可以用。好，刚应该让雷伊被他爆掉，不知火在下，但五秒的那个攻击力加成比较好。好。大家就一直看动画就好了。他觉得秒数太多的话，就准备换雷伊吧。反正雷伊的那个已经好了，不放奥义没差，放奥义只是拖时间而已。啊，你看我已经打了快300了，轻松。我刚刚忘记不知火我在哪个位置换的，不然刚应该是直接换的。有狂按，狂按，无脑狂按。事实上，如果你已经达标的话，你可以不要打。只是打说打个记录而已啊。压爆吧，哦，给个记录而已。他有准备暴气打最后十秒吧。好，试试吧。硬要打高一点，就是一直放奥义拖时间啊，拖越久零越多。好，大家看到人家怎么打到800多，因为200要死。好 ，OK， 大概是这样，很轻松，很轻松。这边只要我看一下哦，233而已啊，233，结果我打了400多。好，那来打 Expert 的打法一样，哦，一样。
那我们一样是用这个组合就可以了，但是因为我们这个组合没有暗黑效果嘛，你可以配打手配那个漂亮的机师或是这只，好，万圣克里斯，看你想要配谁啦，都可以。这只克里斯他的那个气功有两发都有暗黑效果，你可以用这个，然后比较慢，它会比较慢一点。好，我们就来吧，就是用这个组合玩给大家看。那目标一样，就你要两把钥匙过的话，就是要204以上，那一定没问题，这组也是没问题，就也是可以打200，不一定啊，可能270、280，我不知道，大家看。好，我这一组就没有太常打，因为我之前都是用那个戴伦斯。好，所以说即便说你现在没有戴伦斯的话，也是可以啦，好，也是可以，也是可以用那个不知火舞。很多人当时可能没抽戴伦斯，或是什么原因没有抽嘛，因为戴伦斯算是在第二轮，第一轮你可能就抽了那个陆迪哦，还有另外一只，第一轮是谁啊？陆迪跟亚伊琳吗？好像是耶，是不是？有点忘了，反正戴伦斯是第二轮啊。好，来吧。那我刚用这个组合打了一场，大概240M。那我觉得我可以这边换一下。哦，你可以换一下，我觉得可以换个那个漂亮的机师吧，这样我就有双暗黑效果，会比较好爆一点呢、啊。好，那再试试看。其实九尾之虎也是最后一下才有爆出伤害的。好，最后一下啊，好像最后一下才有爆出伤害。我转错边。好，凤翼天翔。那就用两个暗黑打手。高一点啊！我要跑我了，反正抱不痛我。我刚应该先放个奥义。奥义完之后开始爆他，太紧太紧。当然，如果你有戴伦斯的话，你也可以配，可以配，也是可以配的。这边我把那个机师的打手留着，等下爆他。啊，那个我觉得雷伊的那个破甲比较快，觉得啊，那个那个，对，像雷伊的破甲比较快，那个技能冲过去，他二三那个破甲比较快。被打到了，再放下，他还不抱我、啊。
继续拍照，不想换角色。好了，换了人，应该换的哈。好，270，打完了。那就是说，如果你没有戴文士的话，你们就，然后你也没有 BS， 哦，收灵热潮你也没有，然后你会想要打工会讨伐战，那目前我觉得不知火是首选吧，就可以用啊。没有那个暗黑也 OK 的，因为打这个 Lunatic 的话，哦也是可以用，也是要用不知火舞啊。只是说可能会配个雅典娜这样，然后再配个雅伊琳吧。目前听到的组合是这个，我还没有实际打，就最近再来打打看吧。因为这边的话，714×2，我们来除一下，714×2的话是357啊，所以要打357，感觉有点难呢、欸。就100钥匙357，200钥匙这样才可以过嘛。那 Esper 的假设你可以 Hard 一把 ，Esper 的一把 ，Lunatic 的两把，那你这样就毕业了嘛？基本上就毕业了吧？一把一把两把，因为四把嘛。假设你可以办得到的话，应该就 OK 了。就奖励多拿一个箱子吧，因为目前大部分人这种 Lunatic 应该还是没办法打，大家就先慢慢养起来。哦，把 Hard 跟 Esper 养起来，箱子多拿一点。好，那这一期就先这样吧，一样又继续介绍了不知火舞。好的，我是哈姆，喜欢我的游戏频道，欢迎大家订阅、点赞、开铃铛，我们下期再见，大家拜拜。